这个竞技场到哪里了？投完票了没有啊？圣骑士47.4%，圣骑士很好玩吗？我为圣光而战。这件事就把 OP 卡选一选就好了。干 ，OP 卡是哪一个？等一下，先开个冷气，倒个水。啊！第一手就觉得没有什么 OP 卡。高手过招也可以啦，高手过招就当斗殴用啦，不过这里我应该是选重组转化师吧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应该是选哦，惩级可以解决，对对对，惩级跟沉默可以。虽然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定是选重组转化师啦，不用问这个问题了。我喜欢。好了，再来休息一下，再来想一下。见习不够好，通常见习不能算不到好，见习就跟你天天记按了一样。就跟你没有按天机一样，就跟没有天机一样，所以剑习觉得没有到非常好，应该是走光明胜利可能会好一点。看这要怎么吃啊？拿个桌布来吧，就好像是火腿跟那个什么组合的那种。很好吃。宵夜啊，超烂呢、欸！毛鸡兵啊，还一点叫啊！泡泡，这首也超烂，不过泡泡比较强就是。如果这一张这里的这一张是另外一个很烂的东西的话，冰杖这个跟愚人节约者，我可能会选愚人节约者。因为他一点叫而已，就这样，不要强求什么。我们选三张一点叫也是赢啦，对不对？泡泡，靠，靠！等一下，这一手跟上一手根本就天差地远，跟这一手他妈天差地远啊！忽然变三张最难选的了，大概只有这样，当然是。比较能考虑的是这两个吧，这个可能稍微低一点点。我几只机械啊？一只机械，这样不太强，这样不太强，这个吧。小刚讲圣骑选 OP 卡就好，我看这副要零三出去啊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打、欸，我不知道怎么打、欸。哦，沙德，应该是沙德。会不会左耳应该还好？顺风牌，沙德比较意外。哦，泡泡。干人品啊，这个不是开超低就开超高。我也没有整装备战，所以我的运动技能效果其实没有很好，它只是骗人用的。我的蛋没有任何的加成可以用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没有任何的加成，没有办法加攻击的方式，所以蛋一定不会动。看这好难哦，这要怎么打蛋？我宁愿玩神圣愤怒还比较好玩，六七九棒，一发打死人。不然怎么玩？你想想，你慢慢想。这是大概只有给一只加一加一耶，我觉得这还是不够好。蛋觉得也不够好，我觉得还是神的愤怒好了。哦，好、啊、还。
好一点。哦，超强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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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机械几张啊？我看看到雪人跟护盾小机器人，可能可以走这个，或者这个，或者这个。这个啦，这比较强一点。贴泡泡这个超强。哦哦哦哦哦，这还好，不用选。这两个选功能型的，我现在二费根本就没有好用的东西。锤子，锤子，锤子。陆行鸟锤子，陆行鸟锤子，陆行鸟锤子。是非者机械雪人，陆行鸟锤子，陆行鸟锤子，陆行鸟锤子，陆行鸟。先选会动的，再选不会动的。小血巨怪跟大血巨怪，小血巨怪吧。泡泡跟小血巨怪，小血巨怪很可惜，大血巨怪很可惜，小血巨怪。Noble Sacrifice 没有屁用。哦，我刚刚去，刚刚我打完十二胜，我去资房间拉赛的时候，他那一手也是这两个在选，然后就，然后这个跟这个还有研爆吧，最后要选研爆。我说西风精灵超强哎、欸，对不对？你就拿被遗忘火炬丢自己一只手下，你就会有两只手下，你还吃土吧？怎么没有用啊？所以全部 buff 就这张可以贴，不然你可以这个啦，打两张啊，抽两张啊，打两下、啊、，kiss kiss bang bang 这样吗？不愿意选西风啊，选西风哪有东西可以举，可以做？选幻影吧，选魔像吧。哦，超强格鲁莫德，这个好一点。我的三费是一个谷底，人生的谷底。雪人，雪巨怪，囤积者，这也不错啦。可是我现在需要抽牌，我需要可以进四张牌左右啊！没有选光荣牺牲，太难过了。说是鬼，三可能会做二加一这样。不过我觉得报复，我还是比较喜欢报复。哦，这个，这个，靠！哇，我要是比点，我几乎都会赢哎、欸，太厉害啦！这个也出了好几次啊。Equality， 好，没有奉献，哈哈哈，没有奉献，没有真勇事件，试试看啊。先把上一场的 key 起来，上一场最后是12-2。也没有鱼人，干怎么办？无色对上真呐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我会以荣耀作战。三飞到底要不要选食尸鬼啊？刚才在想到底要不要选，不要吧。食尸鬼再养都还是食尸鬼啊，吓死对手。神圣塔九点，呵呵呵呵，对，才刚说选 OP 卡就赢了，妈选完没有 OP 卡、欸，对不对？举一个比较 OP 的出来啊，妈的，真勇之剑也没有，奉献也没有，有一次同人就算万劫了，就算万幸了，现在要靠沙拉德给了，沙拉德救我。沙拉德救我，沙拉德！介意我骰虚吗？前来报道。反正我等一下会 buff 起来，所以好像把它点掉、撞掉，好像还是比较好。有弓箭手当然最棒了，直接把它射死就好了。Holy shit！ 妈的法科！
他知道不是忏悔，没有打过，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光荣牺牲。因为我把那只恶意特别解掉。哦，大手笔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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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爱抢劫。你要赌他没有？你也可以稳一点，你也可以到七回做，六回七回做了。不过赌一下，赌失败，他都把火球丢掉，他就没有低费法术啦。刚刚那个三滴血用这个解，你有火炮你就用火炮解啊，对不对？你有寒冰剑你就用寒冰剑解啊，所以你应该没有低费，抽到就算了。他如果这里抽到，我们就只能认了。前来报道，涨潮啊！两个整装备战，一个奉献，一个阵营，一个愚人十二圣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圣骑最强的是三费，有没有？有保安官，有整装备战，有勇士回应，有。很多东西，哇，三费空的，四费有很多强的东西，有奉献，有奉献奉献，有奉献奉献奉献，有奉奉奉奉献献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也没有鱼人，四费我也没有鱼人，还没有宝石圣甲虫给我选，如果二费有宝石圣甲虫，我还可以去补三费的事情，我三费只能做二加一，看又轰一发火球，要看加给谁，哦不。OK， 那点不掉了，呵呵。时间快不够，先灌你两拳，等你烈焰烧啊！先灌你两拳，下次嘎。这样打十点、欸，太棒啦！涨潮啊！剑锋，为了黑翼啊，应该摆中间。算了，是。好，等一下了，好、啊、耶！好崩溃了。哇，这个一大堆芝麻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干有芝麻了最麻烦了。干以后谁不是对不起，以后谁半夜会上面有芝麻，就把墙壁。五色对上马法里恩，我必须保护大自然。我会以荣耀作战。我们以前在做餐厅的时候有讨论过一件事情，就是怎么样的东西才会沐浴在烈焰之中。我没有想讨论这个。哎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这样开，开大开小啊！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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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！谢谢大家，已经守到这边，我打不赢了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打。给大家一点互动的机会好吗？我还没有互动到哎、欸。这游戏一点不给玩家尊重啊！
题很少被爆炸。爆炸啦！为了正义，必须赶快行动。爆炸啦！有打错吗？没有吧。杀杀杀！嗯？留不下来。赚了几费？一费哎！转个血，转个电小鬼出来啊！边个受咗伤？哦哦，咦，这个好像有点厉害。为了巫妖王，看这也厉害啊！改变一下也不错，即刻搞定。为了黑翼。好了解我。靠，这个要是开久，我的人生就是一片顺遂了。我真的觉得，一滴。解嘞？喂，左边。夜晚适合前行。哦，好强，妈的莫名其妙。剑无虚发。黑石草，靠，这根本就是一个灰级阵型，而且灰啊就直接爆了，呵呵，我剩八滴血，两手还八滴血。是蛇，有看到刚我眼睛啊？好，给我备用零件啊！果然出问题。
吧，哭哭。看我死吧，死点。你拉，你拉什么眼？底下都不算就我认输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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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还是会打牌的啦。啊啊！哇靠！一回，一回启动跳那个，直接人生就绝望了。我真不知道那个时候，我真的想不到人生的方向啊。还好我后来解那个弓箭手有差哎，弓箭手如果先下会被咬掉。五色，对上五色。我会以荣耀作战，我会以圣光迎战。他应该不敢跳五二，他跳五二，我盖第一个秘密他就不敢打了，他一定要变身先咬。总有一天，我要成为真正的骑士。是相公吗？我。前来报道。快逃！我们必须净化太阳极。介意我甩须吗？哎呀，我刚刚表弟弟。怕被奉献，假设不是奉献的话，哦，跑跑。就算不是奉献，你也要害怕他。那一只三二可以换你一只 buff 后的影响，因为你 buff 完加三加二，这一只会是三血。然后那个其实蛮麻烦的，所以还是得这样做。要打脸！哎，他谈个条件，你投降就饶你一命。谈条件喽。我里学妈的法克还就有这个。前来报道。我想一点伤害要怎么来？我想说奉献，如果是 buff 那些都没有差，王者就没有差吧？王者贴就贴啊。对，反正你没解啊。然后如果是力量祝福，那只小兵就换掉，那还可以。然后抢包最后居然是一同时可以下手下的选择。你要不要等到七回，然后做一次捏一次下一次？前
前来报道。不好想，不好想。前来报道。错。拿二三号。哎，你怎么剩十七血了？哇靠！我等下可以熬这个。我爱抢劫！前来报道。一时没注意，他们剩十七血。只要他的血量低于九，我就有机会。棒呢，一发打死这样。八回，下一回合就做，下一回合就直接先打脸，然后抽打九点抽海怪，然后再用海怪喷他脸，这样开心的一天，从喷别人脸开始。哎，王者，前来报道，前来报道。啊，我应该先哦，残酷，那没有差，呵呵，那没有差，做两个这件事没差。我有一次从来没有奉献，我要到底要怎么把这个台救回来？我也没有武器耶，我觉得这场要输了。颤抖哎，要直接先砸脸，不过这个砸脸你没有事做啦，砸脸小兵泡泡。总有一天我要成为真正的骑士。哦，强哎！好，我们只能期待海怪救援。下一手的海怪，下一手海怪做完又喷不到人。前来报道。每次都要换一只大。No！ 早知道刚刚就砸他脸了。干！早知道就照剧本演了，为什么要脱稿演出呢？我要考虑一下。我想想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很强哎，玩得不错。前来报道。十八点，剩二，他可以不解啊，应该不会不解啊。快逃啊！我真的喷他两回会赢呢。这个先喷脸，然后抽海怪，下一回我下海怪再喷脸。第一回合先喷五胜，先喷九胜八滴血，海怪喷四胜四。哦，我真的有可能赢呢！点点点，我们最后来喷喷看好了，看最后是什么。可是大怪我都抽两张起来了，所以我应该剩一只一点或两点。我们来猜这个数字多少好了。二，我觉得是个二。你赢得胜啊！早上就照剧本演了。啊！天，早上就照剧本演了，为什么这个样子？敢猜一的都对了，妈！开了吗？大乱斗开了吗？欧服大，哎，美服大乱斗开了吗？唉。
等等等，让我陪着你走，虽然你说留不住你。五色对上瓦利拉。哎，这个好像是板那个，我会以荣耀作战。板友哎，NYO 零多少？我记得这个推文 ID。被刺砍换刀，干酷！这是百名大都不要下。好像碰一下躲暗杀、躲背刺比较好。不过你碰一下会被武器砍，算了，结果一样。武器读差一点，对不是，一定要提为了国王哦。来啊，来啊！我的坐骑很少会爆炸。哦，爆炸了。背叛对不对？我要考虑一下。赶快行动！打错了吗？我输了。三胜。累啊，累啊！他贴战火那个，我觉得卡到自己耶，可能卡到。一两只可以下的东西，然后把自己搞掉。而且他第一回合那个还第一轮那个还不能自杀，要到二轮或三轮才能自杀。五色对上马法里恩，我必须保护大自然，
我会以荣耀作战。哇，这来的有点早。一飞，哦，怎么又海怪？今天海怪，海怪是挺强的啦。哦，没屁用啦，我们不能玩一个天杀的战术了。这里可以让他逼他做变成妖，反正做完这样子你还是可以再三个技能。不过其实这两个这个不知道哪个好。哦，不是，我们可以下两个。我的坐骑很少被爆炸。好，你走，果然是爆炸。灰棋不会吧？只有我跟瑶瑶。全速前进！啊、这里到底要不要撞，也是一个大宅问。你就想有没有森林看守者啦？如果他撞灰级，那你刚刚少打的是七点，其他就属于。这杯好你抢。哎。接泡泡的人最开心的。前来报道。你为什么不赌这个？他只会打一啦。不是我不相信你啊，我也不相信我自己啊。不信我们丢丢看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好大哦！对不起。敢超自信，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没有泡泡管很强啊，胜率超强。用低路安直接往长枪。把这个打了，感觉好像不用了，我这下最大的就好了。为了黑翼。其实可以打啦，九回直接喷就赢了，好像对，好像打比较好。对，他如果每回都要解，他这回还要做大树，哎，做大树还不会赢，哎，做大树还要直接被打死，所以不会做大树，所以还要做解，可能要回之类的。先打再贴泡泡，胜利低。沉默都不见，先打胜一滴被沉默变身咬就不是就死了、欸。先打再贴泡泡，这个问题不好说、欸、先贴换五点伤害，后贴换一大堆东西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这手哪一个比较好。金光不等人，阿古斯啊，是啊，这就。我认输了。打得好快啊！就 buff 啊，棒这样，先揍一拳，然后 buff 啊，棒再揍一拳 ，ban ban， 连圣骑最难打应该是贼吧？
贼的闷棍可以吃 buff， 普攻又可以不对普攻，刀又很容易把你的台面换掉。贼应该是正常的 match 里面比较难打的，我说竞技场。尤其他刚好可以接便宜的青泥，便宜青泥的整装备战。不过他应该没有想到我什么都没有，他应该没有想到我什么都没有。我的坐骑很少被爆炸。爆炸了！哦，对面是个强的，对面叫鲷鱼老大，我已经看到他也是鱼人骑士。哎，这看起来要变鲟人骑士了。哥们，光荣骑士了 ，No more sacrifice。全速前进！你可能会觉得痒痒，总有一天我要成为真正的骑士。哦，这只终于总算有用，至少这只会长大。对吧？至少这只会长大，上一只不会啊。不错啦，有过啦 ，OK 了，大家不要在意了。前来报道，不会是救赎吧？太烂了。我们要用真的剑。是相公王母，改变一下也不错。不对啊，那个要干嘛？加小兵不对，如果他这里按小兵是错。试试我的含笑半步钉啦！好了，我承认我没有想啊。我刚才想说，我可以拿这个换这个，然后这个会变成武士，之后我可以按攻击力加这个，然后这两个把它换掉。可是我常常就只剩他。我最后想的答案就是干嘛想，就把他打死就好了。哦，一套，来，终于有招了，快逃啊！这样，你打得又快。哇，泡泡欸，天哪，居然可以拿到泡泡欸。我要考虑一下。干，高级还在玩，你赢得胜利。
怪怪的。不错，我好像有点厉害。啊，好累啊！五色对上。好啊，守门员第一个出来啊，法师害怕。每回都有这个，每场真的是骑手都有毛疾病，真好。都你的毛。啊，沙德还拿不到东西，沙德应该误会一下就直接死了。泡泡，我的坐骑很少被爆，爆炸了吗？完工了，爆炸喽！一回僵尸够了，一回 pass， 二回小兵，他二回后手下学徒，泡泡点过，泡泡，天际点吧。进攻！全速前进！四回有点可惜，四回只有王者可以做，可是其实也没有王者，就跟没有王者可以做一样，也做王者没什么。哎。水柱可以贴泡泡打，干凶三小，我不想贴王者保他，因为你还是在火球射程，也不止啊，能变羊什么的，当然也是换一张牌，但我现在摆着我也可以加天际点。你也可以帮他上泡泡，做二一二上泡泡，不过就还是上最大。含个条件，你投降就饶你。这里可以讨论有点多，就你要不第一个是你要上泡泡，泡泡说你要怎么样解决？最理想要天际点，然后这个要去比他。前来报道，到手了。西相公二五，我给过机会。我没有，我不要让他被冰起来。所以我才这样打，因为烧很。No！ 你是甩不到对的啦！我跟你讲，我甩了一辈子都没有对过啊！前来报道，到手了。这功夫是什么用？来了，开讲了，各位同学，究竟是吃龙眼呢，还是吃土呢？啊！烈焰吧，加烈焰烧完啊！我给我烈焰烧换我下，
我先按失误，对不起。前来报道，到手了。哦，我应该补他对不对？啊，想错了，这里应该给他的，对，这样他就不会没。应该王者贴给他，然后那个这个要贴给他的。前来报道，到手了。变阳术 ，ship， get 了烂货。我给过机会，我没有贴错吧？我是贴腐蚀吗？对啊，哦，贴错了。建功，这样烧也没办法全部处理，烧可以装。没有烧。他死了，好吧。进攻！进攻！爆速！你需要祝福吗？不需要，谢谢。这场你赢了。魔爆速！魔爆速！六神。魔爆术不错啊，魔爆术很容易搞到人欸，真的。无色。哎，干！我又遇到同一个，这个我在第一。为了末日锤。这个是我刚刚最后一场的对手。应该不是最后一场，是上个十二胜的十一之二的那个对手。他叫 A O I 塔卡玛。我记得他，应该是他。应该啦，我不确定啦。启动中，传送门准备完成。波段全开，红色警戒。想要炸些东西吗？他啦！谢谢你。你可以现在跳，我觉得自杀了。是我现在就自杀了。大地震级，应该下这个，好像应该下这个比较好。也可以，暖泥。我要去一个，要走内掉。西向公啊！
报道。上一手好像我打错，应该下狼，然后让他把那个二二敲掉，然后狼再敲，然后我还浪费一个水晶。你有带鱼来吗？我的坐骑很少被爆炸，不要爆炸啊！爆炸了！我觉得刚有的时候打错了。进攻！剑灵出发。爆的那一手好像还是应该下。我爱元素，更爱图腾。啊！爆的那一手，让他把二二换掉那一只长大，不过他就不会下武器，他就不会上武器，会下另外一只东西，然后就看那个另外一只东西有多强了。瓜，不知道，开个三给他。给，干活。干，两飞了，四飞了，色。哦 ，healing totem 哎、欸。哦，凶哎、欸，这个。波进火元素回合，他之前超载一就没办法下，他这回就下。哇，磕大妈！进攻！前来报道。我的坐骑很少被爆炸。完工了，爆炸失败。下这个抽法术只有一费，对不对？六嘛，五六七啊，剩一费，你就要凹那个一费开什么？所以我觉得不要比较好。我觉得不要比较好啊。看看纯净之水的力量吧。靠，鱼人不能下，真的假的？你有三只鱼人不能下？干！他的第一个好强哦！靠北，那我一定要解，我不能爆。干，老瞎眼！他应该翻草梦图腾，哇靠！干！我现在投降，妈没救了。到手了。哦 ，yes。为了正义，为了正义，怎么啦？我不愧是用生命在打牌的实况主。喷屁啊！
来报道。道上。干，不要给我拼开人先死。fuck， 真的干吧？我拿你下班了啦，你可以走了啦，你现在全都被打死了。五费有什么强点啦，叫个淤泥出来挡一下啦。你可能会觉得痒痒的。你去赶快行动，有免费鱼。他还有一张、两张，哎、欸，两张鱼人。我有一把很大的枪。干！想要撞老瞎眼，可是我不知道要不要撞老瞎眼。撞老瞎眼，如果他以为我头上是，我希望撞掉老瞎眼，让他以为我头上是光狼牺牲。啊，这样他一定会拿恶意语言来。我可不是待宰的牛。那大招应该带出来，可是骗不到啊，应该是骗不到。他说如果骗不到的话，这样做没有好。靠！我庄严，我需要庄严守灵吧？应该是。他最关键的那一手是他在鱼人的那一战，刚好鱼人那一回合他起那个，刚好鱼人的那一回合他起嘲讽毒藤，然后我一定要下萨拉特啊！直接 preparation 抽，进攻。对，我应该先直接准备抽。输了，我想想，输了。我两只把他打掉，他头打一打，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所以我就算打，我最多能减少伤害的方式是一个打这个，这个会少一攻。可他只要再按一次，就是攻了。输了。
如何？靠，他有三把哎、欸！玩的不错，而且还有一只鱼人不知道。两只二一鱼人，一只老瞎眼，一只啊，没有没有，他们有鱼人了。两只二一鱼人，一只老瞎眼，一只鱼人骑士啊，就记错了。然后有一手灌脸下龙兽，那一回合就会死哎、欸，那一回合我17滴血吧。他台面上那一只打9点，所以如果我灌脸，我当回合就死了。最伤的是没有转化到北海，北海那一手我只能打图腾，然后转，这样他鱼人骑士会多跳一回合。这样应该不行。那一回我做9点法力啊，下5点的萨拉德，2点天能记，2点公民圣印，灌掉鱼人骑士。后来可惜是鱼人骑士被喷掉，不是被，后来那一只被喷掉。那是最可惜的一手吧？大概就这样，对吧？我没有想错吧？对啊，他赢了、啊，他赢定了。他按任何都赢啊。没有吧？奈普跟新鱼人应该是变烂吧？新鱼人有多一只很烂的、欸，有多一只零一一耶。不过以奈普的战术，应该奈普屠龙算强，鱼人骑士变烂。来自阴间的问候，怎么的？我想想，我们有三公的手下，想错了。靠！我想对了，哪那么厉害？我应该叫一只啊，我还是应该叫一只二三的，不能叫两只一的，两只一他就不换了。第一种降下是错，对，降下好像对了。我们必须净化太阳井，我会让他们知道，让他们都知道。打脸比较好还是换呢？不知道，打脸好像比较好。打脸下一拳他就进15血射程，又怕被弄，烦、欸。打脸好像比较好，上一拳，感觉换的是32没什么意义。反正你永远都清不干净啊，两手都清不干净啊。那他奉献就奉献，他接他没有办法全接，沉默有差而已。前来报道，帮我牺牲斜边一哦，加加、哦、加加吗？对，刚打脸好像比较好。
箭如虚发。哦，你可能会觉得痒痒的。天谴军团会消灭你们。转三小路用。我转了一个晚上都是转传说，可是这都没有三小，这都没有用啊。他先加了，哭哭，不，不要，全部去打他啦！你看他这么丑。Good， 因为只有你有。前来报道。进攻。改变一下也不错。啊！家的羊们。游戏快快。你喜欢玩我？干，你是同人哦。一个没事。不要。待宰的羊们，天意，前来报道。刚想丢。我到底保他，我有什么死神可以用？我想不到，又坦克，干天天坦克。总有一天，我要成为真正的骑士。好极了。从垃圾堆回来了。各位官，哦，水，快逃！谢谢，我看一下发生什么事了。谢谢 Clear Love Karen 加是 Subscribe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没有，你要到确定不会输的时候再关，就是你还是要一点时间。你需要一点时间去确定你的台面不会再见，你才能打得凶一点，不然如果你太早可以打，尤其圣骑可以拉平啊，对不对？可以拉平。我爱长杰，前来报道，进攻。然后有时候我们要算的另外一个点是一视同仁。好，假如今天他抽到一视同仁，他每留一只小，你每留他一只，他就可以多换你一只。无论那只原本是大是小，所以有时候 buff， 这也是一个情况。就要不要把泡泡打掉，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。进攻！进攻！长城！现在就是，比方说，要不要撞？你撞控完撞交换后的血量要超过奉献啦，这种他复仇之中丢过啦，应该他要是这个时候拉一套，那就只能看这个了。连接然后死去，没事。你赢得胜，骑胜。
无色，对上古尔丹。哦，72。你的灵魂属于我，我会以荣耀作战。72。这可以拿来打烈焰小鬼。好，泡泡，呵呵，各种泡泡，泡泡泡泡毛毛。哎，真好，一回又有事做。每次觉得一回有事做，就是一个觉得欣慰。结束。好，依旧打不赢，没有得解。来，萨拉德，你好，孔尼基哇。这里落下三，哦，还是要买，这就打不掉啦，多一些。可能会灌脸多下小兵。前来报道，启动武器，看他有没有石影或其他伤害。这个等一下就死滴血了，可是这个一定弄不掉，我想不到我要怎么弄掉他。刚绿了三张一废的。哦，漂亮！那还是把这解掉。启动武器。好，要不要转？转。你可能会觉得痒痒。愿一路安。完工了，前来报道。哎呀，那 ，no。No， 我的法力倒退了，跟法线一样倒退了。为了国王，结晶一直在后退，你给的崩溃在窗外里吹，我一路向北。哎，这还自己选的，这不是道具商给的。离开有你的季节，是这样唱吗？我就忘记了。你说你好累。已无法再爱上谁，改变一下也不错。进攻！哦！啊，直接下。想想，必须赶快行动。含个条件，你不想就饶你。没有，叫我把解牌拿出来。不是，主要是这回做圣印的另外一个选择就只有。泡泡天际果这样，前来报道，他九滴血，超强。看他什么时候把炼狱，把自己的炼狱火拿出来啊！大家考一考。抽这么多牌没有结束。
哦，地狱烈焰。哎，到底有没有？哎，你今天就算了。我没有沉默。两费那个不转下雪了，我想一下，也是可以啦。你可以拿去后来，比方说在这里转，这里的上一手转，这样也可以。然后转完，你可以把这个四费转掉，两费转随便一个都好啊。两费转个米欧豪斯啊，转个魅魔啊。哎，没有没有没事。转个很多人可以转啊，也不一定转什么。哦，运气还可以。为了正义，那个泡泡要不要用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哪个是对的。但是我用了，因为我在想啊，他的大怪看起来不多啦，打到现在没看到什么。如来如坐啦，准备好没？我要考虑一下。这样换被烈焰烧光，就是这样换的缺点会被烈焰烧光，然后也会被炸弹炸掉。对，刚刚这个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这样做。全冷气，你就是哈苏啊！你就是哈苏啊了。打叉的地方就对了。给他。进攻。下一拳直接灌两点，然后挤龙兽兵一个停牌。啊对啊，我就是家暴怕家暴配烈怕烈焰啊，所以我刚就是很怕烈焰啊。懂我在算什么？因为我就怕烈焰啊。他抽了快七张牌在手上啊，你觉得有没有烈焰？我不知道啦，我刚就不想这样换，我还想说把爆两只加雪人，把雪人把古拉巴蛇打掉，狼去打一个，这样一样是留二一跟二三对看。看这样再过两滴血，你这样七滴血有办法吗？
扭曲虚空，这样可以了。所以，我刚才想的是这个，我不知道这样想的对不对啊？有时胜，明天桃园车站发40分鸡排，好远哦。可以赢啦！为了台北的赢石塔，七胜啊！哎，七胜了，八胜了吗？啊！哦，八，我们打完嘛，打完嘛，打完嘛，好不好？打完。我以为七胜而已。有点忘记打到哪里了。那个小鬼就没有办法，我又没有奉献，你要我怎么把那只小鬼弄死？我也没有炸弹客啊。无色，对上。不知道我打几次。我会以荣耀作战，我会以圣光迎战。干什么？可是我没有选 OP 卡，我还是赢的。我还打的，我你看我是不是很会打，对不对？哪里打错、啊？我敢不敢表弟弟？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打错，我不知道我想不到他有没有打错，只是他是演的不够像吧，我觉得。前来报道。可能手牌演的不够像。我一直在想他有没有烧啊？如果他有烧，就爆啊！我的坐骑很少。爆炸。爆炸喽！呵呵，我比你大一点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接热一样，好接热一样，烂嘞，叫做潮烂。进攻！干，要不要等？不等了。进攻！我觉得这个在等就没有节奏。不过那其实二回就要下了，不过二回下你这个就会被僵尸吃掉，所以你也不会二回下，然后自己把整理了。泡泡硬币，硬币天际泡泡，泡泡天际硬币，泡泡硬币啊！前来报道。他笃定下一个要做死人。真英勇之剑，因为我刚换这个，我靠，大招这样放，前来报道，可以开始动了，谈个条件，你投降，王者就饶你一命，不是啊，刚王者祝福可以贴啊，对，不是王者祝福。上马，差一点，啊干！我下的每一只都比他大、欸，但我没有说对不起。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还得出钱来的。介意我闪虚吗？前来报道。有人要炸弹！他啦！你看他啦！感觉把我这边炸爆了。没事，没事。我法护居然还屹立不摇，给我一个泡泡，快点！给我一个泡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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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护圣域。掉，我也没有。
想想。是不是该抽海怪啊？我要考虑一下。赌失败就要走嘞，这最后一把嘞。必须赶快行动。前来报道。哎，这有扩散哦，不知道啊。哇，这个痛死了！暗黑爪牙，按天机大家喷四点，你按按看啊，按看啊，按一下嘛。嗯，不对啊，不能这样放啊，他在干嘛？哦，这样对了，这样对了。可是也不能这样放啊，这样也是爆啊。干，我是这里抽泡泡，妈的，我就超强了、欸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为什么这样啊 ？Double kill 哦！我爱抢劫。干太怪，妈的！深深的罪恶感。嘟嘟，乖乖的。你好啊。前来报道。前来报道。贼手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啦，对不对？直接灌脸，看结果啊。玩到输掉啊！干，我好像，我好像，我好像还是打的有点摆烂，应该不能这样打。好像不应该这样打，不能转对面啊！第一次玩、啊，看这个聊天室真是第一次玩。转化是要是可以转对面，比赛一定会带啦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保证会带，妈超强。我刚想让他下军需罐，我会输啊！他有两次可以动，奉献也打不了三六，我应该是一个，不要意外。我刚想，我刚还是有点凹。然后，而且不要这个，我刚还是差点玩掉了，哦。哦哦，还好还好还好，还好还好还好。我对啊，我在想冲锋，四费冲锋，
有443啊，有战马不会冲锋，443，有425，有六费冲锋，只有银白跟那个什么忘记了，五费还可以多凹炸机勇者啊，这样。芝麻，操你妹！芝麻，干，先不要排，哎呀！啊，我的垃圾袋嘞！啊，芝麻，密集恐惧症的元凶之一。等一下，我们再桌面清洁。去拿个湿纸巾。干，湿纸巾在四金也找不到了。拿一把卫生纸。我找到了。我有囤餐厅的湿纸巾，这样可以在我需要紧急支援的时候。我觉得只要是也，我知道大家吃不吃美式早餐啊，麦当劳不算啦，麦当劳是连锁早餐啊。反正有时候比较有知名的美式早餐，比方说点些汉堡或者什么的时候，我有一个蛮无聊的坚持，就是我希望它的这个汉堡的上面，就是表面有没有它的这个面包的那个壳是就是没有芝麻的，就是烤的非常酥脆的那种，而不是像早餐店的那一种。这只是我一个个人的坚持与要求之下。对，这样，好，我们回来了。等一下，这个有点。这个滑鼠垫现在有点不太靠谱，它现在有点湿，对它感应不是很好，希望不会失误。又九胜，真厉害啊！各位观众都在，各位观众的鸡排都在你手上了，真难忍。转化不能转别人了，所以你会去 Google Play 游乐园吗？应该会去。现在有第二个活动在讲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是不喜欢吃到芝麻，就是汉堡上觉得汉堡上有芝麻的这个质感有点烂。不知道，这是个人坚持。对杀，补色。我会以荣耀作战，我会以圣光迎战。我觉得这个滑鼠键不太靠谱，需要拿个别的东西来垫一下。可是我现在没有比较好用的滑鼠垫，拿本书来垫一下好了。深夜食堂。哦，可以接受。你看这个滑鼠的运作有点不太正常啊，还好，好。不错啊，刚刚弓箭手那一手，真妈真是太爽了，呵呵 ，Equality 18出生，对。先开始。后盾前开，红色警戒。你可以先下这个啦，可是通常没有解要骗啊，没有什么东西要处理，先下这个。看一下什么，走这个的机会比较大一点。我走这个机会有可能，他这里会翻小兵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下另外一只泡泡人，然后逼他攻击，从中备战。为了十字军，打泡泡人。
好的坐骑很少被爆炸。爆炸啦！前来报道。启动武器。等一下，该不要上血骑士吧？他现在应该，如果他有血骑士，他现在就一直在爽，就啊 ，yes yes， 我终于搞到人了啊！我这个史诗这一格特地选血骑士，就是要搞你们这种出，就是要搞这个圣骑，我终于搞到了，我也有这么的一天。如果还有明天，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？我要考虑一下。所以我从你一开始人数十位数看到现在四位数了，恭喜，谢谢你。那听起来人怎么变少了？如果没有明天，要怎么说再见？进攻！这次会很麻烦。因为他给天王者祝福了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处理，我没有办法反应回应这一手，哦，我没有办法处理王者祝福他这一，他贴王者祝福这一手，他如果王者祝福撞掉我六十，没办法，不准这样，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手，可是你说你不下这个，你下两个二，你还是没有办法处理王者祝福，我要考虑，所以既然你都处理不了王者祝福，就不要处理了。所以这手有点麻烦，打吗？应该是不打吧？打泡泡，打泡泡就大家换啊！真的打泡泡，他下一回又可以斩。启动武器。然后这里会吃奉献。可是你不这样下，你要按天际吗？按天际，他五回落出一只大的，你还是解不了。而另外的重点是你这样子下七点攻击力，如果他下一只没有很大的威胁，你可以直接灌脸下这只，你就直接进杀人局了，是不是？这样还算会玩吧，各位同学。哇靠！法力怨灵哎，天哪，好有战术哦！他为什么自己下凡了？哇塞，这个法力怨灵，这个法力怨灵，哇塞！干，打不了，不消不走路。西相公王公，前来报道。我们不是要想着他有，要想他没有。我这个小兵就有点可惜，可能如果你觉得这个小兵可能可以不要翻，因为如果今天报复是加在这里好了，加在这一只一身上，他只会拥有四三的体质，他的龙是可以换，换一只他就可以把你报复吃掉。我要考虑一下，我知道他手里没有奉献。不然那个三二加四二那一手再不奉献，你就是没有睡好。OK，
然后我今天打了一整场，我没有遇到有人保安关，我觉得是你的魔法无法解。好像不好哎、欸，这一定可以解这个，好像还是做这个比较好。不对，我打错了，应该要下六才对，撞一只然后下六，这样这只是九九。啊，这手打错了。哇，大家看起来没有鸡排可以吃了，可以回去睡觉了。我的坐骑很少被爆炸啊！爆炸了啊！看，真的爆炸了。他留一套吗？一次同人奉献，有可能。你看这个要是第六回合做多好，哎，太难过了，我要考虑一下。那真的第六回合做这个台面完全就赢了。你要再喷一次，也是可以。还有你都不想浪费那个喷。好啊，这样就解决了。前来报道。谈个条件，你投降，前来报道，你到手了。下麻风赢了吗？麻风弓箭手射一个换一个，麻风把六三换掉，能对吗？哦，我应该先加在一身上，不是，不对，我不知道，我好像想错。明明就赢了还不打脸，明明哪有赢了？怎么赢了？我要考虑一下，没有办法全解。必须赶快行动。他有办法全解吗？升二。
我要讲个笑话给你们听，你们一定会觉得这超好笑。对面的 ID 叫做，对面 ID 叫百年难得一见，对，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百年难得一见。我敢不敢表弟弟？剑无虚发。这哪有鼻炎干？啊，累，笑得快死掉。哦，累，给十胜十之二，无色，同一个，靠背，我在关门场要打他两次。同一个人给大家看一下同一个人第二战 Round 2 Battle Fight 没关系嘛，先十胜嘛，先领个鸡排再说啊。干，被这样子终结，是我觉得人生崩溃啊！报复！我的坐骑很想被爆炸。哎，救赎！哎，他刚刚明明有开过吗？报复吧，报复吧，吧。谢谢主角今晚给我欢乐当。谢谢吉诺拉拉旺 ，Thank you for your fight，Thank you for your $10，没有没有。全速前进！完工了。他没有奉献，至少上一场没有用过。我哪知道有没有？不知道了。他上一场没有用过奉献，这一场不要了，再说了。上一场没有用过奉献，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奉献。不是光荣牺牲，不知道是。还有这个，这我知道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前来报道，全速前进。哦，不错，没有浪费。哦，浪费了。进攻！知道为什么要下这个吗？这砍起来比较痛。这砍一次是喷六点，我可以比较快进。我要拿龙的粉碎者的范围。我们来长狼啊！麻烦，这个麻烦。泡泡。哦，他有破法者，这个可能会是一个失误。我觉得应该会输，照这个台面看起来绝对不会赢。太晚才能开始我的计划。他不能先赌巨魔，他不知道巨魔会打哪里。他如果要赌的话，他必须要
迅猛龙先撞那个泡泡，可是即使先撞那个泡泡，巨魔也不一定会打那一只陆行鸟，所以他的问题现在很卡，就是这个东西不好想。我要考虑一下，这一手不太好想，他没有做过任何的 buff， 他有白银之手长官，他有海怪吗？忘记了。哦，他防御机要打。前来报道。喷泡泡了吗？好，浪费掉。哇，气死！运气真好。然后，因为我知道这个应该是报复那边还是救赎，所以我不会解他怪了。我一定不解，我就让你撞这样就好了。因为我只要打到四滴血以下就我赢。真有是见过一，真有是有一百两把，我忘记了。假王 T 七列的打法理论上是我赢，他好像在摸一把剑，好皮。那这就麻烦了，我必须要打掉。我可以考虑不打猿人骑士啊！哇靠！哇，太厉害了，把把都老瞎眼。这个如果出末日，应该就是吐。Gain 大招，大招。必须赶快行动。看这个谁会先把对方打死，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爆炸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点伤害，我剩三滴血。他狼人只要拉任何一只，我都死了，所以我不能，我要解掉一个。可是我等于要送他一张报复，十打六剩八滴血。我这里盖丛林狼跟翻天神技，差一回合。如果这里是八回，我就做五加三。然后撞他脸，赌他打不死我。想一想，必须赶快行动。谈个条件，你投降就饶人来报道，到手了。Holy shit！ 啊！不是光荣牺牲吧？我打了半场游，整场游戏不是，我剩三滴血，我怎么可能打？我靠，这样打多少？前来报道。我靠，到这里都可以打吗？刚没有算错的话，必须赶快行动。干四倍冲锋有什么？四倍冲锋有四四三，就只能凹这个，还有四二五，任何一只冲锋我就赢了。我只能赌啦，我差一滴，对不对？
对不对？任何一只冲锋我就赢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干，这个要是打出来是一只冲锋，就百年难得一见了，我真的觉得。干，合龙怒犬输了，谢谢大家。前来报道，你赢得胜利。试一试冲锋不行，没有啦。刚刚我想想看我要讲什么。我那一手不可能打脸啊，我剩三滴血要死欸。他撞掉一只小，他只要……哦，你说要不要赌哦？我撞掉那一只三四是几点？我想想看。哦，一定是没有麻风地听的问题，差一回合啦。那个龙兽那个凯怪差一回合。一定是赌，我在想，你说到底要不要打脸啊？哦，我像我有几，我有哦，少一不行，那张不能赢。伐木机掉海盗太伤了，还有什么老瞎眼可以啊？老瞎眼二五冲暴风城骑士，老瞎眼暴风城骑士科尔克隆精英，看是非要怎么冲锋，战马不行。对啊，如果他老瞎，他鱼人打几张会赢啊？哦，对，他有香蕉哦，干对吼、哦，他那一只跟我对撞下香蕉，他也会赢哎、欸。我刚差三点，我不可能不解啊，不可能不解骑士啊。嗯，我没有算错的话，黑暗暗黑爪啊，暗影爪牙也可以赢四点，然后其他没有办法赢。他全场七只嘛，如果我没有撞掉的话，他把两只小兵撞掉的话是加五攻击力啊，还是赢啊？因为只要加三而已啊，所以他都会赢啊。嗯，换骑士一定对。那如果今天你换，你不撞鱼人，你不撞那个好了，你不撞那一只骑士，然后他把一只小兵撞掉，啊，他把两只小兵撞掉，按天恩技，老瞎眼一定加一攻，嗯，因为一定多一只鱼人。外加上，没有在想还有没有哪里错了，应该没有错了吧？我想的应该都是对的吧？差三点伤害不能熬，老瞎眼加撞两只，所以他差会变差五点伤害，老瞎眼加一剩四点，哦不行，反正香蕉还是死啊。对啊，我知道他有香蕉啊，因为他丢过啊。丢过吗？我忘记了。十胜，好了，可以啦，先去领鸡排啦。我没有打到鸡排就好了。有东西吃还在那边闲，那个要发自己处理，我不一定会到。好远啊，好远哦、喔。又金镖客，20270。好了，我们去打大乱斗啦，这个待会再说。今天抽奖抽够了，各位同学，我已经抽了一大堆奖了。嗯。怕被保护啊，怕被报复，真的。他甚至刚刚把那一只解掉都不会有问题，可是他没有解。他如果把那一只解掉，他就更稳了、啊，他就不会赌。因为我还拿到风怒，我想说拿个火球啊，赚翻了 啊没有拿到风怒，风怒也打额外六点啊，对啊，所以。